Sebastian Talagong。 我们现在在高铁上面，我们刚从左营出发要回台北了，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高铁车站买了高铁便当，我们第一次要试试看。 OK， 所以每个车有特别的便当吗？高铁每个站吗？不一样吗？不是不是，就高铁跟台铁。 OK， 这个不一样。对，他们 他们有不一样的便当。然后高铁便当很可爱耶，你看它的包装，他们做的很好。他刚刚现场总共有三种便当，但是杏鲍菇我要买的时候已经卖完了，我刚刚到我就没有了，超不幸运的。好，那总之我们就是有买了一个卤肉排，然后跟一个香烤鸡腿排，然后都是100块。OK， 然后我本来订这一台车的时候，就是有特别找说有卖便当的列车，因为它不是每一台列车都有卖便当，但是因为我怕卖完，所以就我先在外面买。Okay. 所以接下来还有机会在这里买一个，如果太好吃，我们可以再买一个吗？对，而且我希望就是车上可以买得到杏鲍菇便当。哦，可爱。然后这样做的很好，那个 unboxing 哎， unboxing experience 是，对，他们是联名的。哦，哎，哦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哇，看起来很不错啦。这个是香烤鸡腿排。OK， 有什么？有卤蛋，有青菜，有鸡肉，有饭，有 vegetable。对，然后我的这个是卤肉排。哦，我也看起来很好吃。哎，两个看起来其实蛮像的。我的比较好看。哦。我的有这个。啊，南瓜，南瓜。对对。然后这个我喜欢。那个菜包，我老公喜欢菜包。Yeah， 我喜欢。Yes。Cool。这个很特别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菜包。是，这个是有点酸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酸脆脆的那样。啊，我喜欢。然后那个饭团里面都会有，饭团都会放。对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饭团呢。啊，原来如此。然后我觉得高铁便当啊，它看起来就是比较清淡，比较健康的感觉，比那个台铁便当。跟你讲，我很开心，这个没有那个粉红色的。台铁不要放那个粉红色的，好不好？我之前有试吃那个台铁的便当，它上面有那个粉红色木耳配菜，白木耳吧。不太喜欢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看。哇，台湾的便当。那么好看，好吃哎！哇，到哪里了？台南吗？怎么可能？对，那么快吗？对啊，快要到台南了，超快哎！那么快？可能很快就要到台北了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这台车，我特别选的就是开比较久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吃。真的？对啊，我没有选比较快的哦，而且我有加入那个高铁的会员，每个月会有2张票可以打88折。8折？不要，不要吃红萝卜，你吃。你不喜欢？我讨厌。Good。 No。 那我也比较好。好饿哦。这样的。不要不要，煮过的我不喜欢。给你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吃看卤蛋好了。好。因为台铁的卤蛋很厉害。Okay。 Yeah， 对，台铁的卤蛋真的好吃。确实。对，它这个卤蛋感觉很黑耶，超黑。嗯，有点卤味，很喜欢，好吃。我觉得高铁的卤蛋有一种茶叶蛋的味道，你不喜欢？有一种茶香，喜欢，但是它的卤蛋感觉味道有点不一样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嗯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我觉得比台铁的好吃哎，你不觉得？比台铁好吃？对，我觉得，因为它有一种茶的味道，茶香味。我不知道，如果说两个都一样，OK， 那来吃看看菜吗？菜好，可是我们两个配菜不太一样。新鲜好吃，对不对？很新鲜，而且有蛮多人说台铁的便当比高铁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啊，我觉得不输台铁的。OK， 那我试试看肉。这个是排骨肉排。特别好吃。这个卤排骨啊，比台铁还要偏，还要咸一点，但是很好吃，它配饭刚刚好，很下饭。这个非常好吃，这个
很 juicy， 很多汁 的鸡肉。你这样看起来很嫩哎，它一直在那边弹。It's great。交换一下。哎，这个肉超厚的。嗯，有拉萨尼的非常好吃。对啊，而且那个比较咸，所以我老公应该会很爱，比台铁的更咸。Exactly。嗯。排就比较没有那么咸。哇，这个非常鲜哎。对啊，鸡腿排就没有那么咸。我觉得我的排肉排比较好吃哎，它卤的更入味。嗯。饭也好好吃哦，很 Q。你们台湾的便当真的非常好吃，在火车站。怎么可能？之前有人说高铁的便当不好吃，不对，没有，然后他们后来有改良，不对，有改、啊、真的，他们后来有改，然后改成现在这样，现在的很好吃，嗯，因为它有点像吃像便当的感觉，因为它是用那种木盒装的，而且我觉得分量感觉有比台铁便当还要大，因为台铁便当。盒子很小，所以感觉很多菜都挤在一起，但是这个就摆得比较漂亮。bamboo，竹笋，那个饭真的好吃，嗯，跟那个鲜鲜的肉吃在一起。然后两种的配菜的不一样，我还有牛蒡，嗯，牛蒡也很好吃哎。一般来说，我觉得牛蒡都没什么味道。那我现在试试看，怎么酱这个。菜脯，对这个菜哇，菜脯，这个我很喜欢吃，要配饭一起。对，嗯，对，对。酸菜为什么会出现在便当里？100块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价钱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在德国做火车。我们也有餐厅啊，可是如果我们要吃这样的食物，可能我们要付8欧，8欧已经是蛮便宜，对对我来说。可是8欧你可以吃什么？不是吃便当。你也可以是饭跟肉、啊 okay、也可以，可是没有那么丰富，就是而且饭然后肉，然后都没有菜的，不一样。可能也对的，可能这个是8欧9欧，而且饭没有那么好吃，没有那么丰富了。这个感觉可能有一点健康。对啊，有肉有菜，蛮不错，营养很均衡，蛮不错。然后100块真的非常好的价钱。哇，我真的很爱台湾的便当。我也很爱，我自己也很爱。我平常就会去买便当来吃。非常爱台湾的便当。跟大家讲，跟全世界讲。对啊，我在德国常常都会想念台湾的便当。Right？ 嗯，因为什么都可以吃到，营养很均衡。但是我觉得在德国啊，如果你们想要火车上火车前要吃东西的话，可以去便利商店买那个肉排加面包。That's pretty good。对，这个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而且它也很便宜，可能3.5欧元这样吧。River to go 呢？对 ，River to go。一个有盒子。我老公吃饭都掉了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外国人，不知道怎么用的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可以试看看你的菜吗？嗯。菜脯很下饭。哇，好吃，更健康的感觉。嗯。什么都很新鲜。蛮多，不是小。嗯，它饭的分量很多。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吃，然后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杏鲍菇片段可以买，我超想试的。这个已经非常好吃。嗯，对。鸡肉，大腿。好像有机会哦，现在有人在卖了。有便当吗？有杏鲍菇吗？有。对，杏鲍菇跟鸡腿排的。我要一个杏鲍菇，这个好吗？对，谢谢。100块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
观众，点到心爆哭了。我觉得真的很方便，他来这里卖给我们这个，嗯，不用去那个餐厅什么的。哦，对啊，而且真的超级可爱耶。所有的口味，我们今天这个影片试试看，统统吃到了。哦、oh, ，very colorful 哦。而且我有我喜欢的龙须菜耶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豆子。哇、哦，很大的豆子。对，哦，超大的豆子，豌豆吗？哇哦。这看起来真的很漂亮。那个 bamboo， 对，吃素的人，哇，很完美。嗯、然后刚刚在车站的时候，这个卖完了，然后在车上排骨卖完了，所以刚刚好我们两边都买到。刚刚我老公就迫不及待把他那个便当吃完，所以他说他现在已经吃饱。太好吃了，没办法。啊、哦，那个杏鲍菇 ，I'm a fan。你是粉丝？我是粉丝。好，先来吃这个重头戏杏鲍菇。我也要吃。我老公选最黑的，应该是最咸。嗯。嗯。超级 juicy。很多汁，而且它切得很大块、嗯，我最喜欢这种切得大块的。哇。很有口感，很脆耶。很脆。Great， 真的好吃，哇、wow ！而且它有用那个麻油下去炒的感觉，就是哦，这个是这个味道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所以很香。Unbelievable， 100块。那、啊、现在我要试试看那个豆，很大的豆子。好。哦、你看，那么大的豆，这是捷克的豌豆吗？不是。嗯，我觉得。Just okay, honestly speaking. 因为它很清淡，比较清淡。对对，我比较喜欢那个黑豆。啊，那我来吃看看这个龙须菜。哦，其实很多很多。而且这在德国完全吃不到，所以一定要。I never saw it. 我在德国都没看过这个。How is it? 超新鲜，但调味比较淡哦。又掉了，又掉了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够咸， okay, 但不要太咸，因为不会很健康。可是刚刚那个排骨蛮咸。嗯，我喜欢你喜欢的。我觉得这个便当啊，感觉是比较偏更健康的餐。如果你是在吃健康餐，或者是你是吃素的人，就可以点这个。健康可是还是好吃的餐。然后你看节瓜是好像完全没有调味的感觉。哦，有啦有。有味道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哎，好脆哦。嗯，拉着，很有味道。健康对不对 ？Everything， 什么都有自己的味道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便当就是可以吃到那个食物的原味。Yeah， exactly， so good， so 那么健康。啊，这个南瓜。也是清淡清淡的味道。Yeah, but it's better. 对啊，很健康的感觉啊。嗯，你来尝，自己的味道。对啊，原味。原味。清淡，然后它里面还有放枸杞，连枸杞都超大的。来试看看它的 bamboo， 竹笋。啊、哦，我也很爱竹笋。嗯，对，清甜的味道，也是原味的感觉。Yeah, cool, cool， 真的很喜欢，嗯、真的很推荐这个。那三个便当你会最喜欢哪一个 ？OK， 哇，这是很难，可能我会喜欢这个。这个吗？比较健康的吗？比较健康，因为我现在非常健康。OK。可是好吃，我也觉得你的真的很好吃。肉排因为真的很有很强的味道，可是鸡肉也好吃，所以真的我要说，我比较喜欢高铁的便当，比台铁吗 ？Yes，、oh. 因为那个粉红色的没有，真的， okay. 我一吃台铁那个粉红色的，他要离开。那如果台铁那粉红色不见，你会选台铁吗？我很喜欢他们的卤蛋。嗯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高铁的卤蛋很好吃。Yeah.很好吃，两个都很好。台湾的便当都很好吃。哎，可是我不会选那个鸡腿排，我自己比较推荐就是这个跟卤肉排都可以点。所以我们两个都喜欢这个。对，我们两个都喜欢这个。我
我觉得高铁便当还是非常值得试试看的。这个影片按赞。那我们吃的好开心，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可以吃，那我们就慢慢享受啊。对，然后请你留个言，你们喜欢哪一个便当？高铁还是台铁？对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Perfect。